韩国天王 Rain 月底即将在高雄国家体育馆开演唱会了。昨天 Rain 抵达了机场，不少粉丝就在机场疯狂的尖叫追逐。Rain 也相当的亲切，一一的跟歌迷握手，还有粉丝亲眼见到了 Rain， 高兴的不得了。大批粉丝拿着看板和海报聚集在机场里，一见到韩国天王 Rain 的身影，马上拿起相机猛拍。刚下飞机的 Rain 脸上还挂着墨镜，简单的 T 恤加上围巾，一派轻松。 Rain 也展现亲切，向等候已久的粉丝握手打招呼，马上引起粉丝在机场里疯狂追逐。太行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到他的手了。Rain 即将在月底于高雄国家体育场举办演唱会，25,000张的门票已经销售一空。这次他准备了狮身秀，号称要让粉丝感受他挥洒的汗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